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接下来是关于我们的接力生存。好的，我今天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啊？这是干嘛的？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看得出来，秋风肯定是盖了一个大门啦。然后为什么那么多那个夜魅的声音？哪里有夜魅？这个门看起来很不错哦。这个门，哎呦。就盖这个门，然后还是这座桥也是额外延伸的、啊，看一下侧边，哦，浮空的耶，所以这个桥是确定是额外做的耶。我来看一下秋风上一回是做了什么，大门移位改建，还做了个蜂蜜自动化。我其实不知道蜂蜜自动化可以干嘛，但应该很厉害吧，应该是很厉害。那我这次抽到的成就呢，就是我要来养64只狼，然后帮他们盖一个家，然后还要打一场战役。对，目前我能在家里挖出的骨头是44只，除非运气超好，不然64只完全是不够的。这样子的话只能多多去外面打一些骷髅兵了。走开啦走开啦，找到一只。我是不是没有把酷酷的胸罩穿起来？叫出来！有啦有啦，这一把有掠夺，我应该可以在半夜收集个不错的骨头。来，平均如果有掠夺的话，平均一只好像掉2到3个的样子。哎呦，蜘蛛骷髅骑士！哎呦，射得好，射得好！哎，好多好多好多！半夜不睡觉啊，秋风半夜又不睡觉。收集完了，可是觉得应该不够，但我们就是一边收集一边找狗狗来养吧。狗狗要养64只，我的天哪！我去哪里找那么多狗？这附近看起来连一条狗都没有，要找64只狗，天哪！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。啊，可爱小狗狗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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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、2、3，有了一只，然后我们让它站起来，让它跟着我们走。2只，快！哎呀，有，好，慢慢数。哎，不是啊，起来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，这边有一群一群的，来来来来来，3只，好，继续收集一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是我们家的狗，有了有了，然后站起来，啊、不是不是，我按错，这样子几只，3只嘛，啊，反正狗会顺你，我就不用再做拴绳什么的，然后在附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狗狗，继续收集狗狗，还有没有？你是养过的还是没有？哎，你没有养过，哎，哎呦呦，2下 ，OK， 好，这样4只，哦，这只狗在生气，哎，没了，有了。这个不知道第几只了，随便了。来，我不知道你几号，但是你是可爱的狗狗。然后这个上面这边其实还蛮……哎，狐狸啊，狐狸可以养吗？好像不行。啊，你是我家的吗？哎，不是。哎，这是……哎，啊，完了，这是……啊，有了有了，我想完蛋了，这是有点抗性。你呢？啊，你也不是。完了，这只也有抗性啊！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想说完蛋了，这只不好养啊，不好养、啊。现在几只？啊，那是羊啊，啊那是狗，不，那是羊，不是狗。然后好多，我现在有几只？我现在好像蛮多，应该已经10几只了，应该已经10几只。那这前面你看看，我这个任务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，我只要养狗就好了，好开心哦、喔。可是还要带他们去打仗，好残忍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那么多箱子？啊，那个秋风的那个地窖，不是地窖，他挖的那个遗迹啊。对，嗨，小可爱。好，我现在太阳还在正中间，我应该是尽量在晚上还是早上赶快把狗找完，先把这一批带回家，明天再往其他方向走。哎、欸，你这只没有养哎、欸，但是一直跟着我们哎、欸，你好奇怪哦、喔。你那只狗本来就想来找我们一起生活了吧？这里森林是最容易出现狗狗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那边有那个果虫，我怕我等下狗狗死掉。回来了，第一批狗狗，这到底有几只啊？这里，好多哦。Oh my god！ 完了，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去睡觉，我先去快去睡个觉好了，不然夜妹一直来很麻烦。好的，我该把你们这些狗狗安排在哪里呢？你们好多哦，我想一下，我快变收容所了。这里哪里有空间养这么多只狗啊？18，总共这一批18只，先留着，我要去收集一下骨头。骷髅兵 ，Yeah！ 我在荒郊野外遗失的3只狗也回来了，他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家外面这个平地其实还蛮适合
还蛮适合打怪的，从这里收集一些骨头好了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你们这三只快点跟上大家的队伍，19、20、21只，继续晚上收集骨头，早上去养狗，真舒服。好，第二批进来进来进来，我看一下这样几只，原本多少？21，21对，21，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，还有没有？33、34，再过来一点好了，太多了，数不出来。34、35、36、37。37只对吧？我记得狗跟狗之间好多狗交配的话，应该也可以算吧？怎么让狗交配啊？它是吃腐肉吗？哦，你们相爱吗？哎呦，第50只！我记得养的话，应该是直接就变成那个吧？对对对，50只小狗狗，坐下。50，好，我如果没算错了，应该是50只。然后我剩下的用腐肉来繁殖他们看看，好了，50只，51、52、53，啊，去去吧，有网友感应吗？哦，对，太多太多，我看不出来，53只，好，大家都坐下，你坐下，不对，好麻烦啊，你坐下。我现在有两只是移动的，我要让那两只交配。在哪里？这两只，你，应该54吧？54，55，有，小狗狗不要动，63，最后一只，64，好了。我不太确定啊，但是我大概凭着我的记忆，应该这里有64只狗了，包含小狗。啊，好多狗狗，救命哦！天啊，秋发疯掉了。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顶级折磨了。我目前最有想法的应该是这块地吧，在蜜蜂自动生产机的对面这边，这块地还蛮大的，就是把它拆掉，我们来盖个宠物狗乐园好了。这一大块完成了，我帮他们把这一块地呢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狗狗的家，在这边，哒哒，可爱吧，可爱吧。然后里面这边会有舒舒服服的那个稻草，这样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休息。可是我发现，因为狗是被养好的，所以就变成如果狗好像没有办法有自由的活动方式在那个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一定会一直跟着你啊，它会顺你啊，所以狗没有自由活动模式，对不对？哇，完了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呢，然后狗好像没有办法一起带走，完了，起来，然后起来，来，这是你们的新家，参观一下，喜欢吗？你看他们进去里面逛了，谁在射我？哦，上啊，狗狗们，给它尝尝。万众的百万大队的威力，回念随便，还掉箭矢。好了，那我就，好可爱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7、8、9、10，过来点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我应该没眼瞎吧。19、20，这到底有没有坐下？20、21 ，OK， 太多了。22、23、24、24，然后22、25、26，这样应该26只吧？有谁没被我坐下了吗？好 ，OK。还有你，27，来，请进。好，太多只，我的天哪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，太多，33、34、35、36，好了，进去可以。37、38、39、40，天哪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，还有吧？55、56、57。
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，对，六四，六十四只，多多少少，哎，没有少，都很正常啊，没多也没少，等下蹦出多一只呢，我也是傻眼。好了，六十四只狗养完了，然后我们要先去出发一场战役。可是这么可爱，要拿去战役哦？可是很可爱，我喜欢它这样子，我不想要有任何狗受伤哎。可是他们很可爱，我不想让他们去受伤，我不想让他们去打仗，我觉得不要打仗。我觉得我六十四只狗收集的很有心得哎，不要了，他们都充满着爱，我不想要欺负动物，所以我不要打战役的，对，我不要打战役的。我今天就完成它收集六十四只狗，然后并且帮他们盖个家，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收集六十四只狗。并帮他们盖个家，完成，哎，就这样。我后面那个战役的话，还是不要好了。这是我喜欢狗狗，我不要残忍的对待他们。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观众也是支持我的吧？你看这么多狗，狗狗乐园哎，虽然他们每个都坐着，我好希望那个官方可以推出个什么狗狗会有自动巡逻模式，就跟一般狗一样。可是可以看他们在那个我的那个小乐园里面互动，我觉得这样很棒哎。太多狗了，我的天，好多好多。好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各位观看我们小的姐妹，记得在下面留言，让秋风抽一个成就，让他完成吧。